现在社会上常有很多人说，我们就只是社会上的小小螺丝钉，安分过自己的生活就好。也有很多人认为台湾已经是座鬼岛，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社会的现实。于是我们选择对政治冷漠，用冷漠当作我们的保护伞。但是也许我们都忘了，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可以改变社会的正面能量。其实不关心它就是很像一种慢性病，我们都太常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我们关怀的事情上，而忘记说我们跟社会还有环境是一个怎样的连接。在2013年8月3号，25万公民形成的白十字星告诉我们，台湾人民并不冷漠，而这也让我们自己意识到，我们对于台湾的公民社会是有一份能力以及责任在的，因此我们愿意挺身而出。我们将会建立一个专属于公民的平台，利用网络资讯的流通，让民众也能跟政府还有媒体一样享有发声权。但是这个平台的成功非常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与支持，相信透过大众的参与，我们就能凝结出一股正面的力量来改变社会。